我是刚刚的和尚的110，我7373吧，兄弟。110，第一次啊，1月17号，然后虎口大虎口2054的，不是是21644。江山线开啊，瑞芳到新马的江汉港了，你看有73732号，真的，我在 PP 机上。走吧，73732的，这台吧，怎么？有一台就白线，有没有错？1169车，928全是。是吧？垃圾路，昨天我说分时又是钱。那这台是21644。OK， 关闭车门，有点麻烦。在虎口站关闭车门，昨天我说分时又是钱，928全套1644。小花在江山县杨丽的银绿色小车门转转，全车，在虎口站待命。八号，北浦。我刚刚那台是123次，小花在江山县杨平东 PP 之江。56分11月17号，再见，虎口站16，拜拜。